玉珠，哪怕是要下地狱，也绝不放弃你。亨宇，上仙，你就是那个兰玉人家的夫人的亲戚吗？你就是恩秀吧？请多指教。我是七月生的，你呢？我十月。哎，你以后要叫我哥。我喜欢亨宇哥，恩秀，我该怎么办？所有你管你的资金都得移到新的账户才行。如果你真的想摆脱我，那就打扫干净再走。你和聂守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 违背自己的心意，伤害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我很喜欢你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我来戏剧台，《华丽的诱惑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。